反正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很像偶像剧，因为反正那时候我才刚出国回来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就因为健康检查就发现身体出了一个大 trouble， 对吧？可是那时候其实有一度会觉得说啊，那我要不要学偶像剧一样，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不喜欢你，你离开我好了。北气，你北气哦，这是北气。我先给他们看影片，因为我们认识，那时候认识这段期间的一些点点滴滴吧。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，在影片跟他讲，然后当下他就哭惨。有，他有提到这一段。他哭惨，对。然后我想完蛋了怎么办？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哭，然后我就拿着，赶快把电脑拿给他。他应该是说他的贴心是他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都会有，比如说可能我生理起来，他因为他以前是在工厂上班，然后他都会从龙潭然后开公务车到公司，就是送你我就是汤或什么之类的，或者很多，他就补血东西给我，然后他人就走了。对，就单纯送奶，然后人就再回去龙潭的宿舍这样子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有比如说，也有可能是我加班到很晚，然后他也是过来，然后在下面等我，等到我下班了，然后再把他带回去，然后他再开车回去他家，就之类的啦。就其实他做的贴心比我，他做的贴心事情比我做的非常非常非常多。三连拍，可爱一，可爱二，可爱三，啊，鬼脸五连拍，鬼脸一，鬼脸二，鬼脸三，鬼脸四，鬼脸五，好，我们加一个动感五连拍，动感一。我非常确定，真的会看到一个越来越胖的胖子，在我们家出现。但是他应该依旧是一个体贴，然后会接受我的善良，然后一样会做好多好吃的，然后带我去好多好玩的地方，然后会包容一切的一个胖老公。如果对方最开心，就跟他在一起啊？不是吗？这个